talk about when I love you, you're the one. This just looks like a deep one. Please, what is this all? And don't tell me you're sorry, cause you're not. Baby, wanna know you're ugly, sorry you got caught. 将十点的时候还不天黑，我是哈尼，大家好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，那就是新疆时间和内地时间。大家都知道，新疆时间和内地时间不一样，有一个一到两个小时的时差。为什么有这种原因呢？是因为有这个地理有关系的，就是随着地球的自转，每天都会，太阳东升西落，这个太阳上到一个天空中最高点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时间是12点。因此呢，就是不同的景线上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的时间，所以就是有这个一到两个小时的这个时差。还有就是北京在东八区，新疆在东九区，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来新疆出差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时间问题。还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段一首音乐歌吧，希望你们喜欢。谢谢大家的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喜欢的宝宝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记得给评论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